刚才可能得到消息了，市政局的策划主任也跟我联络了，他明天要来找我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今天大家要一致，我们要的很简单，你答应给我们廉价物就借给我们吧，这个是我们要的。好，你要节俭了，你才要发展，你要发大，你不要做没有良心、没有良知的发展商，这个是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我是要求部长、市长，我其实写了给信给部长、给市长、给副部长、给秘书长，全部写了的，给了他们的。那么我要求他们插手解决这个问题。这民以民为先是现在国家所谈的，好、哦，消极为本呐、啊，以民为先，所以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这个所面对的问题一定要尽快解决，何况发展商已经有给黑白给大家了，这个不可以逃避的。其实我感到很奇怪，就是当我们有开会有议案之后，市政又会批准这块地一千天，这个里面是有蹊跷的问题的。我就不排除说，假如这个东西没有人再做出呢，我们要采取行动，包括像反贪污去举报，这个东西有问题的，不可以给他降级，给他过了，你们就没有了，听懂吗？我们排等了16年了，不可以的，不可以放弃的啊。